家好，我是菲菲，今天很生气，一点都不开心，怎么办呢？哇，我们的菲菲原来很生气，她很不开心。不开心，小朋友们知道用英文应该怎么表达吗？大家跟我一起大声地念一遍吧。 Unhappy 不开心， Unhappy 不开心， Unhappy 不开心，你记住了吗？小朋友快给我想想办法，今天真是太生气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应该怎么让菲菲才能开心呢？要不要给他一个发泄球？发泄球？什么？那快给我拿出来！发泄球来啦！哇，看这个发泄球长得是不是很奇怪呢？发泄球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Wind ball 发泄球， Wind ball 发泄球， Wind ball 发泄球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我们的发泄球一捏，它就会出来好多的小球球呀，五颜六色的，是不是看起来还很不错呢？让我试试捏一捏。哈哈，捏完果真心情好多啦。那你现在开心了吗？开心开心，现在开心啦。哇，我们的菲菲因为玩了发泄球，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掉了，她现在开心了。开心用英文怎么说呢？大家跟我一起大声的念一遍吧。 Happy 开心， Happy 开心， Happy 开心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哦，心情好好呀，我要出去玩啦。小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我们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再见。